然你好啊，咁我哋继续翻嚟，我们不是怪兽啊嘛。刚才都有讲啦，即系七月份咧，对于好多嘅学生嚟讲咧，有好多嘅感觉嘅百般滋味在心头啊。因为有一啲咧就系要离开学校啦，由小学升上中学啊，或者中学升上大学啊，咁有啲离愁别绪啦。咁但系对于呢一班嘅年轻朋友嚟讲咧，即系更加紧要，因为 DSE 除咗离愁别绪之外，亦都非常之紧张。系啊，即系你拣咩路，以后嗰四年吓点样行落去咧，亦都系真好紧要啊。系啊，咁我哋咧下个星期啊。七月十号咧就 DSE 放榜啦，咁我哋其实而家呢个时候咧都真系要有啲咩嘅心理准备啊，又或者有啲咩放榜 tips 咧，咁我哋真系要把握机会咧，就请教我哋嘅即系专家啊，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升学专家阿张文斌，你好 ，Hello， 系张生你好。嗱，即系其实咧讲到呢个放榜啦，我知道你有成三十年嘅即系教育同埋升学啊嘅即系咨询嘅工作啊，好多人问你嘅意见啊咁样。其实如果你话咁多年嚟，今年有冇话有啲咩特色咁样咧，或者同过往有啲咩唔同咁样？其实咧呢两年咧，呢两三年嘅特色咧就系、是、咧、嗯，就系、是、学额咧就多过学生嘅。诶、欸，有啲咁好嘅小书读嘅、哦。系啊，基本上如果你考到一个入大学嘅门槛成绩咧，即系3322咧，咁呢个系门槛嚟噶嘛？你冇中英文三级，你冇通识呢个数学二级或者科选修科二级咧，咁你咧就唔可以读大学课程嘅大学学位课程。学位嘅学位课程就未必系政府资助嘅八大啦，包括好多咩树人啊嗰啲恒大啊、珠海啊嗰啲咁嘅嘢啦，等等啦。咁其实咧，我哋学额系多嘅，因为人少咗嘛。今年嘅报联招人数系44054人啫。咁4405比起六年前啊，2013年44054咁样报联招嘅，咁比起即系呢个嘅六年前啊，就系有呢个嘅69000嘅人报联招嘅，咁嗰个。即系学额系一样，即系譬如你入资助大学嘅八大资助大学，一路都系15150个啊嘛，咁样样。咁你就如果话69000人报，咪好竞争激烈嘅上嘅数据。咁其实69000人考咧，考到嗰个33222嘅标准咧，就系大概28000-29000到啦。系。但系今年咧得44000大概44000松啲嘅学生去报联招咧，佢哋考 DSE 系48000几人嘅。咁大概每年都有 10% 係選擇唔報聯招嘅，係咪即係好似通常做咩嘅咧？好似我哋咁揾嚟搞咁，報咗又即係考咗又唔係咧？做咩嘅咧？嗱，佢報聯招嘅意思即係話佢繼續讀上去啊嘛。咁有啲考咗佢就決心咧，就係我唔讀噶啦，或者佢去第二度讀書咧，佢就攞出海外升學，即係攞個考試成績，係攞個中學畢業嘅資格。資格啦，即係以前嘅會考咁啦，但係依家唔係咁，依家六年制啊，就冇高考冇會考，變咗一個資格咯。咁你就話點都係即係完成咗中六啊嘛，咁完成咗中六其實出嚟做嘢都好問水啦，依家都唔知有咩工係可以做，即係完成中。但係亦都好似話有一啲即係考生好似話，因為政府資助嘅關係咧，又即係測試下自己的能力啊。咁好似我哋嘅年紀啊，咪或者係真係報考名師嗰啲係咪？名師嗰啲咪真係報考嘅。又唔同喎，如果48000咧，其實有一次考联招系日校嘅学生，要计有分噶，咁嗰啲考一两科嗰啲又有另外咁咪几千人，嗰啲系计日校嘅，系计日校学生，我用日校学生计，因为你都唔知道嗰几千人咧，有啲考一科，考两科，我哋又唔同佢计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你谂下，如果44000个，我估计咧能够考到达到入大学资格嗰个嘅名额，应该系20000个嘅啫。系咪都系 line curve 噶？我哋而家唔系 line curve 嘅，佢因应你即系嗰个嘅成绩咧嚟俾分你嘅，即系唔会 line curve， 佢达到某啲标准就俾个级数你。但系老实讲咧，佢出份卷咧都调节噶嘛，大概咁多人可以，所以都可以估计得到，可以估计到嘅。因为好明显一件事咧，就系你攞五级咧，平均就系有10% 嘅人系攞到五级嘅。系。咁五星星咧就系十个里边嘅一个，咁呢指定噶啦。咁五星咧十个里边嘅三个，咁即系话五星同埋五星星咧就有四个，另外五级系六个。呢个系佢哋嘅规矩嚟嘅。哦，即系有规有矩咁嘅。有规有矩噶，系啊。即系你总之五级咧，五级系一个嘅级数啦。咁中间就再细分叻啲，
似叻啲，同埋冇咁叻啲。系系系。我十个有一个就系五星星啦。星星即系譬如考英文证书，你100个人去考咧，第一个五星星。有十个咧考到五级或以上，即系六个五级啦，即系三个五星啦。咁就好明显嘅嗰个趋势。咁考到四级系几多人咧？考到四级大概咧就另外即系有四级就20%以内嗰啲人考到四级嘅。所以好简单，条数好简单啦。当你考到平均四级咧，就基本上一定入到即系资助学位嘅大学。即系五个四。系五个四，但系咧五个四咧就系剩得三间大学拣嘅啫，因为其他嗰五间大学咧，即系譬如三大之外咧，就系呢个城大啊、理大咧，都需要六科嘅，你要考呢个六科啦，总之系六科，六科当中有五个四咧都够噶啦。但系你唔好即系英文就跌咗落字咁啊唔得喎，中文即系一定要三，一定要三啦。系啦系啦，原来系即系你话城大、理大嗰啲就系要考六科嘅。唔系嗱，佢哋嘅入学要求咧系4+2，4+2，咁但系浸大咧，即系嗰个门槛所有学科唔系一样嘅咩？中大、港大三大加埋理大同埋呢个城大，咁但系另外咧浸大、岭大同埋教大咧比较柔和啲，佢个要求咧就系4+1。五科就得啦，五科就得啦，即系佢门槛系五科，但你都达到某啲嘅标准，佢哋收你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嘅即系朋友嚟讲咧，多数考五科定六科啊？嗱，多数考六科嘅，得10% 咧系考五科嘅咋，大概10%，有七成几系考六科嘅。咁几间私校咧？私立大学咧？私立大学都系计五科咋，都系五科咋，即系好柔和嘅。所以你睇下有20,000，23,222。咁你学额咧就八大已经系有即系1,500+学额啦，15,150，但系其实系收13,000嘅啫，其他嗰啲 non jupers 嘛，佢嘅 non jupers 嘅比例又系 non jupers 嘅比例大概系2,000+到啦，15,000+2,000+佢12,000+3,000啦，佢会唔会系每年调节定系点啊？你见到个趋势，个趋势系差唔多 ，OK 系，因为 non jupers 系咩咧？就系、是、你系香港人。咁但係你就读咗啲国际学校，或者你外国返嚟嘅，或者係副学士嘅学生。计埋落去，咁咧，但系副学士嘅学生比较多，大概50% of 佢收呢个本地嘅学生，即系譬如2,000+人咧，有1,000+人咧就系副学士学生，49%。哦，但我哋亦都有听过一啲，系海外翻嚟。系咁啊，所以即系以前有啲人成日话，即系兜个圈去海外读完之后又考翻呢个就难咗啦，系嘛？即系其实个学位唔系好多嘅啫。学位唔系好多，但系想翻嚟嘅人都唔系好多嘛。哦，系。即系你明啊？除咗读医，即系医，如果你喺外国读咧，你喺嗰边读完翻嚟考就好难。冇一啲嘅专业资格啊，系啊，系咁大概都系收200到啦，我估计落住。但系我亦都听到一啲嘅即系江湖传闻，就系话而家咧，你系考呢一个嘅即系好似国际考 IB 啊咁样，佢好似越嚟越收多啲呢啲咁嘅香港学生。因为咧，因为好简单嘅啫，个原因咧就系，譬如有啲学校咧，有几间啦。有得揀 DSE 或者 IB， 冇錯嚇。咁於是乎咧，讀 IB 嗰啲咧係基本上叻啲嘅，係即係一班100人先算一級100人咧，大概有40讀 IB 就比較叻嘅。所以佢咪願意大學願意咪收叻啲嗰啲人咯。佢有自己有套機制噶嘛，譬如 IB 考到40分啊，等同 DSE 係幾多分啊？係。咁但係醫學院都冇得講嘅，醫學院就係你起碼42分就考慮你，43分就。即系 OK 啦，44分一定收你讲明。但系如果你 DSE 你考到，即系你考到要六科五级五星级啦，或者多少少咧，佢就一定收你嘅，即系已经有晒个有晒个标准。有个标准嘅。因为其实考高分嘅人都唔够人噶。系。你而家医学系真系噶。你喺港大、中大医学院咧，有210学生咧，每间都到235，跟住今年到265学生。哦，收多咗嘅。500+个医科生嘅每年收，因为可能又唔够医生咧，主持佢啦，咁所以佢就即系计划收多啲啦，咁样。咁医生少嘅时候咧，譬如医生唔缺医生嘅时候，2002年啦，当年喺外国翻嚟考香港个医学考试系冇人合格嘅，冇人系啊，哇，有一年系零嘅，我记得唔知2003年嗰种，因为佢要求好高，唔系要求高，佢即系有，梗系会有啲咁嘅即係 hidden 嘅 agenda， 即係佢哋就後邊有一套數據，即係佢咪要求高啲咯，咁即係佢係好。
好即係好彈性嘅，即係譬如一啲專業啊，一啲即係比較好重視嘅專業咧，係比較即係要彈性去選取，因為都視乎嗰個人力資源嘅需求咧，醫生嘅人力資源，即係依家咧，所以自己調節啦，真係需要好多醫生，醫生，佢咪大學佢又俾多啲額俾佢收咯，咁你諗下咧？即係成績咧，唔一定讀醫生讀醫噶嘛。你就係啊，係咧，好似咧讀醫咧，好似神仇人咁啊，一個 norm 嚟，一個你咁嘅成績仲唔考醫？嚇！你做乜考到七科五星星，全部升曬？讀醫啊！你點解唔讀醫嘅？讀環保咁樣係咪？我讀教育，係咧，應該係讀教育。係啊，係啊。咁依家好啲啦，即係早兩年咧就十個有九個讀醫，咁依家。即係社會上討論氣氛濃厚，就啲人就會反思咧。即係譬如我想讀英文，咪讀英文咯。係啊，即係一定一定要係，因為你讀醫係其實係幾辛苦，同埋要有愛心嚟考出到嚟。你睇我哋去睇醫生，啲醫生唔會同你講嘢，寫喺度攞藥。即係咁，我哋都希望啲醫生係咁。咁唔係講各個醫生，大部分醫生都係有愛心，培養到愛心出嚟。係啊，有使命嘅要，即係個本色其實係。你真係想做醫生先好做，係啊，唔係因為成績而做，係好艱難，我覺得好艱難。係啊，但冇辦法，香港因為咧，香港嗰個即係嗰個嘅行業窄啊，同埋嘅視野都係窄咧。咁所以我成日鼓勵咧，就去外國讀書睇下，咁又再翻嚟讀就得嘅。咁所以咪好多學生佢試下即係出去讀，然後再翻嚟香港。咁咧個 tips 俾大家聽咧，港大啊、中大咧係好喜歡英國翻嚟嘅學生。咁喺英國讀中學嘅學生，因為佢哋覺得咧，佢哋喺大學裏面要做一啲嘅 mix 啊，即係一啲混合咧，意思咧就係話你大學唔係淨係上堂噶嘛，你成個 community， 成個社區咧嗰啲咁嘅學生咧都互相影響啊嘛，即係有唔同嘅學習環境啊，咁你咪闊咗個視野咯。因為香港你話國際化嘅，其實我哋收國際學生係好少好少，內地學生就好多，咁所以要溝啲海外翻嚟。南亞裔嗰啲咁嘅檔係咁，即係個問題咧，大學所有嘅大學佢 assess 佢係排名幾多咧？佢真係睇國際化嘅，你啲教授係咪國際化？啲學生有幾國際化？咁香港我就唔覺咯，入到去大學嗰度就唔好唔夠國際化，即係交流學生係有嘅，但係真係嚟香港讀四年嘅學生唔多咯。係，其實而家個趨勢係咪都係即係啲學生都係睇住嗰個幾多星星嚟到去揀科咧？係啊，即係因應嘅成績嚟揀科，我覺得。好危险嘅，即系嗰方未必啱嘅，危险嘅。你读咗四年之后，挨四年，或者你读读下先发觉系错咗，生性能力唔顺嘅，你又要转科，即系几危险啊！我觉得，我觉得咧喺大学读书咧就最即系你唔知道自己读咩，你好简单啊，因为读文学院、理学院、社科学院，冇 OK 噶啦。入咗去先，咁然后咧，你读完再出嚟再读都唔紧要嘅，个专业系之后再读噶嘛，先后先获取噶嘛，咁你做医生做律师就另外一件事啊。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系读大学，你喺大学里边其实系喺知识嘅层次以上咧。就是学习思维逻辑嘛，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嘛，学习表达自己嘛，学习写作嘛，学习即是学习好多同人沟通啊，系啊，咁样嘛。咁你学习玩得多啊，即是同人沟通得多啊，搞下啲上妆啊、学会啊、诸如此类系得嘅，但系唔够，因为全部周边隔篱嗰啲人咧都系糖水军糖水，都系嗰班文化嗰啲人啊嘛。你谂下，如果你喺外国，即系有五十个国家嘅人一齐去，即系做一啲嘢嘅时候，咁你即系你个兼容能力同埋你接受别人嗰种咁嘅睇法啦，或者佢识嗰啲嘢啊，嗰啲文化讲嗰啲嘢啊，嗰啲日常嗰啲包容，其实你知嘅都多好多啦，多好多好多，你翻到咪叻啲咯。咁所以中大港大咧，你去咗英國好多年，尤其是去咗五年嗰啲咧，特別即係特別嘅優惠，唔使好成績就俾你。係咩？我估係。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小朋友還小嘅時候咧，真係拱去英國先，讀翻幾年係咪？因為入大學。是因为令到他们有另外一些体会学习另外一些文化不要只是香港只是打机听 K-pop。是不是外国的学生不打机的吗都打机但他们是看打机可能打那些机是层次不同。那你不同的那些东西你学了那个文化之后你回到香港然后带些文化回香港的时候影响到别人那你那个条路就可能快活一点。即是我们读大学其实不是为我就觉得呢不是为了
之後嗰份工，因為之後嗰份工咪職業訓練局讀啦，係咪？係為咗你成長個階段裏面、你自己成為一個好人啊嘛，然後睇到自己嘅 potential， 自己嘅潛能喺邊度，然後發掘你嘅興趣，然後睇咗你條幸福快樂之路喺前面。咁就最好噶啦。嗯，就係如果張文斌講得好啱，其實即係我哋讀大學唔係為咗將來嗰份工，呢樣嘢要記住。咁所以即係好似我哋段都咁講噶啦，即係其實讀書都係為自己嘅興趣啊，或者自己究竟係咪適合自己啊嚇。咁但係點為之即係適合自己咧？咁或者我哋作為家長嘅，我哋需唔需要即係從旁指引咧？咁咁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轉頭翻嚟咧，就係繼續同我哋今日嘅嘉賓啊，升學專家張文斌傾偈嘅。咁你今日咧？就同我哋带嚟几首歌曲啦，包括呢一首歌曲，即系 Jim Croce 嘅《Time in a Bottle》，系嘛？系啊，因为 Jim Croce 咧，佢系即系再生30年嘅啫。嗯，但系佢咧有读过大学，但系佢为自己嘅兴趣咧就系、是、都好投入佢嘅兴趣。系，佢冇钱咧就系、是、做 part time 咧，做货仓员啊，做教书啊，做咩咩都做嘅。咁有个人咧就系、是、佢结婚嘅时候送咗个礼物俾佢，就同佢出一张。單曲的唱片單曲的但那張是失敗的就沒問題、直至到呢有一次呢他、就是去到紐約有個監製叫他出一首叫 Time in the Bottle、那首歌未發行呢他已經坐飛機去宣傳的時候他飛機跌下來就死了、後來這首歌呢就成為全美的流行榜裡面第一位的、Time in the Bottle、我們一起聽一下這一首歌曲、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張文斌的心水選擇 Time in the Bottle